9.9 有没有？生气了，生气了，好凶哦！谁？我有没有看他打戴棉花上的吗？你叫他出去，他说好凶哦！谁？哇嘞！哎，快点装可爱，装可爱！老公。 等一下，跟他有一段精彩的。哎，你小姐，你穿衣服要不要穿好一点啊？你别穿裤子就出来录节目，你有事吗？你穿你老公的白衬衫啊！还有表演呢，表演呢，白衬衫，这是我老公的。淑婷姐，你太久没有跟老公同居，对不对？这件事，对，我们觉得很大件啊。很刺眼的，这件伤了啦。陈志远借他的。 对呀，没有，这是我当面跟我讲说要拿我的衣服给他穿啊，这样子。谢谢，都没有跟我讲哎。我觉得现在就很生气。你不是都，你不是都，你要脱掉，给我脱掉。脱掉吗？脱掉。你穿着，脱掉，你这样还蛮恐怖的。秀琴小姐，脱掉是等一下的戏嘛？为什么？这段可以正式来进行吗？ 可以吗？请求定位。我真的觉得王朝马汉把他压到了。是，来，我真的觉得你会杀人，秀琴姐。哎，现场的尖锐物体，请收起来。哦，我要注意。我还需要测这个心跳吗？先叫救护车跟。应该是要测我老公的心跳。他在 enjoy 啊，他在干嘛？好恶心哦！ Oh my god！ 志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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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
处于一个非常生气的状态。哎呦呀，哈，69%。然后呢，最生气的是在这个点，就是当志远哥抱鸡排妹，他那个瞬间呢，心跳来到每分钟136下，哇，猛飙，非常非常的危险。那有可能会杀人吗？幸好刚才这边走开，已经跳完了。我在后面都感觉到他的杀气了，哎，连我们都超生气的，不行哎，就在座的评评理好不好？女生气不行。好，当事人提出你的那个，刚你坐着也就没事，你念坐着念大悲咒，让我们过关。对啊，你还配合他，最后还握手还在那边摸，舔嘴唇哎。先跟我们来测量一下好了。哎呦，绿色爆表，绿色爆表，超开心，坐立难安了，现在开心吗？开心吗？现在老婆再怎么会开心？你看他那个头都很大，哎，我不是现在才在，我刚刚一直都在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应该都知道才对。我知道什么啊？不是，就是这个所有的一个节目的排练啊，过程啊。他说这个照片是送给你的礼物了，走开。祝你情人节快乐啊！哎，对啊，祝你七夕情人节快乐。这很夸张，阿达你太过分了，我来，我看一下，来，你看，哎。
已经测完了吧？我可以走过去了吗？还有夫妻脸。喂，宪哥，劝和不劝离。你们三个不要再这样子，我们最后只能用那个茅山开合术来解决了。好。哎，你赶快回去做。对，要不要？太夸张了啦！危险。老公这样真的嫉妒吗？道具。太夸张，没有还好吧，还好吧，求钱没有什么，而且最后一段秀琴整个情绪呀、啊、又飙涨起来，又飙涨，哎，因为他看到那个鸡排妹的挑衅的那个动作，丢照片的动作，哦，好 ，OK， 我想你先离开，好吧？太危险了，太危险。